诸位同学，我们接着说，前面说到这个历世间品呢，是达波罗蜜海，总是51位，菩萨行门，第九会呢，就是入法界品，大解脱海，正入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将你所修学的圆满的波罗蜜落实到生活啊，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其大用啊！清凉说：“问中为次，与答义者，这就是问答次序，并不是连贯的啊，一问一答，不是的。”答复啊，有的时候没有按照问的这个次序啊，这是什么原因呢？问是就本有修成，自行化他了而为此地。那么这是问法了，它也有个法则啊。现在科学家在探测宇宙啊，也是从这开始啊。先有世界众生，然后才有佛出世修行，修因正果啊，教化众生。波罗蜜海呢是修因，解脱海呢是正果，其他的都是大用啊，都是作用啊。啊，譬如临机变化，啊，这就是讲的，一般大乘经上讲的随类现身。随机说法，随缘建立名号，这个意思前面都报告过了。随着众生的感应，视线的注视的长短，啊，前面讲过，佛没有寿命啊。注视长短呢，完全是应机。啊，众生有感，佛就注视。众生之感消失了，佛就入般涅槃。佛没有受量，
我们懂这个道理。答复里面是先人后己，总是把利益众生摆在前面呢。修行的时候是先己人啊，后人呢啊，其用的时候一定是先人后己。所以大用四海俱现呢，这个大用就是讲临机变化了，随意说法啊。这个名号品里头称物立名啊，受量品里面随物修短啊，这个四海俱现啊，自立果因，这两个问题摆在后面。又众生一海，亦可通在九海。为什么？一切都为众生，所以种种随意啊，显示出众生无量无边啊。这是讲什么？通达全经啊，总而言之不离这十个题目啊，佛海这十个题目，全经大意我们在这里大致上就可以明白了啊。这经上讲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就局限的来讲呢，啊，当会就大经了。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象答，我们向下经文就看到了；另一种言说答，啊，但是在这一会里面呢。又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经来未尽，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本子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华严经啊。为什么残缺不完整呢？过去这是古时候华严经传到中国来，那个原本的梵本就残缺不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答复的意思没有讲完，但是经文没有了，从这里就晓得向下一定还有很长的经文，啊，这个经文是散失掉了，啊，不完整。第二个是大二见语，成就品里面会引用到啊，譬如正达安利海及世界海啊，这正是大佛这两个，可是它的意思呢包含了其他的三十八问，这四十个问题大两个意思已经把这个三十八个问题也都包括在其中了啊。这种情形在华严经可以说很常见的啊，用华严一节一切，一切皆一切。现在呢，我们可以看本经的第二段。共生寂情啊，前面是念情的，这个地方呢就说出来了啊，
但他是用寄送的方式啊。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于一切供养具云中，自然出音而说颂言。下面这个寄送啊，不是人说的，是供养具里面出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很微妙啊。这一桩事情啊，在古代啊，实在讲很难理解啊，这供养具里头怎么会出声音？啊，我们供养的香，供养的花，啊，它怎么会出声音？现代科学技术发达，那倒不难了。啊，我供养这一盆花，我把这个花里头放一个小录放机，啊，录一卷小袋子藏在里面，它真的会出声音。但是这是有为造作的，有为造作的可能啊，能做到；无为的也能够现实，这个显示啊，啊，这个境界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这一段文我们要说说啊，他讲得很好，他这个文有两段。先明因缘，前面这四十句向佛请教的是在念的，没说出来啊。佛虽然已经知道了，众生有念头，佛就知道了。这一段呢，这是用言情的啊，言不是菩萨自己说的，菩萨呈现佛这些供养句里面啊，供养句出了声音，出声音啊，用寄送啊赞佛，这声音一出来啊，中下根性的人呢，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前即未发心供啊，啊，供养佛，对佛致敬，是为求法。啊，世间人送礼也是这样的。接受礼物的人哦，你为什么送礼物给我？啊，你为什么布施供养啊？你有什么愿望啊？这是佛法的常规。啊，佛陀、弟子们出去托钵，啊，托钵这个在家居士供养一钵饭。一定要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出家人一定要给他说法，给他祝福。啊，在家人对出家人财供养啊，出家人对在家人法供养啊，要回报啊，是礼尚往来啊，啊，不能说是有往不来，这个不可以的。啊，礼尚往来，你看，佛法也非常
讲究。啊，你布施供养，决定要给你祝福。啊，决定不可以白受供养啊，那没这个道理的。啊，现在一些人呢，对这个事情往往疏忽。啊，接受别人的供养，不知道回报。啊，这个做法对自己来讲呢，折福。啊，所以一定呢，要知道啊。知恩报恩啊，中国古人常常教人啊，滴水之恩啊，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你说那个心多厚啊，厚道啊。啊，感恩戴德啊，这样的人有福。他常常会得一切天人帮助啊！啊，为什么知恩报恩的人呢？谁不愿意帮助他呢？啊，忘恩负义的人，没有人会帮助他。人要做一个义人啊，讲义气啊，新旧约全书里面非常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我们应当学义者义也，就是你做到做得很好，做得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够不及。啊，这是义，称之为义啊。所以，菩萨为法来供佛，来亲近如来。啊，这些工具啊，宣说菩萨们的心愿。没有一点点的作意，所以自然的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然的能力呢？这经文人讲了，这是菩萨的威力。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这个不是说他没有原因的，他有原因，菩萨威神力的加持啊，与一切供养缘众的自然出应啊，这些供具的时候自然出的音声，说出这菩萨的心愿。同生中一生中，只要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菩萨了，不但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后面
大师又说，从表法上来讲呢，他说表身口为共具故啊。啊，我们身我们口是供养具啊。共具戒戒法界体故，这个说得好。啊，几个人知道？我们跟法界是同一体呢，是一不是二呢？一粒微尘跟大地是一体啊。几个人知道我们这小小一个身体跟虚空法界是一体啊？啊，我们如果不读华严，不学华严，这个境界永远不会想到。朝里面大师引用谢陀和尚一首赞佛偈啊，这首偈子说：或长以为花啊，或长就表花了啊，身为供养具啊，善心诚实是香啊，赞叹就好像香燃烧了，香烟布啊，啊，布是散布啊，诸佛闻此香啊，寻身来相度啊，众灯勤精进，终不相遗物啊，这是谢陀和尚的一首偈，说得好啊。这就是我的身心就是工具，我不要用其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身心跟法界是合成一体，所以下面这个寄送啊，因身呐、啊。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寄送的第一首。无量界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为度众生普现身，如云冲遍尽未来。啊，我们看这首偈，偈颂总共有十首。清凉大师说，这十首偈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前面三首叹德情啊，赞叹佛的大德啊，后面有七首啊，举法情。无量界中修行满，满是圆满的、啊、菩提树下示现成正觉、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圆满？破了无明就叫圆满，无明没破，修行就不圆满了。所以，十法界里面，菩萨修行没有圆满。十法界里面的佛修行也没有圆满，
所以天台大师说，十法界里面的佛，六级佛里是相似即佛，它不是真的啊，相似即啊，我们世间人称佛，那有名无实，名字即佛啊，像谁呢？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叫别人都叫他做老佛爷啊，他那个佛是有名无实的啊，那是名字即佛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啊。超越十法界，你往生到一真法界了，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时候叫分证即佛，你是真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所以如果说到九法界来现身作佛，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教化之。这个佛什么人有资格呢？原教初住菩萨。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就可以说无量界中修行满，这句话我们要听懂他的意思啊，无量界中修行的，修什么？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啊，破一品无明，烦恼习气重啊，断烦恼有快有慢啊，什么人快呢？勇猛精进的人那就很快，他一生就成就了。懈怠懒散的人啊，他就慢，他可能要无量劫啊，无量劫六道轮回很苦啊啊，真正的聪明，真正觉悟，不想再干六道轮回了，他拼命啊，死他都不怕，他还怕什么苦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往往能够克服烦恼习气，一生成就了。啊，我们看宋朝盈科法师，那就很了不起啊，他拼命啊，他知道他自己造的罪业啊，出家的时候不能够依教奉行啊，自己细心去想想一生的行持，决定堕阿鼻地狱，他想到阿鼻地狱恐怖了啊，请向同参道友们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啊？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真的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啊，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看，真干吗？阿弥陀佛真来了吗？佛来了，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劝他好好的修学，十年之后，我再来见你。盈阔禅师抓住这个机会呀，向佛要求啊，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啊，外面境界一诱惑，我又要造罪业，那这十年不晓得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接受他的请求，跟他讲的这样好了，那三天之后我来见你。盈阔法师欢喜啊，三天之后就往生了。他把房门打开，欢欢喜喜告诉大家，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寺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啊！这样一个破戒不守清规的出家人，三天之后他能往生啊！但是三天时间不长，大家心里说等着瞧吧，到三天果然往生啊，佛来接引 啊，大众念佛送他，这给我们实现一个最好的榜样。换一句话说，我们肯不肯做啊？肯不肯拼命啊？盈阔法师生在那个时代还算是太平盛世啊，我们今天生在乱世啊，自己要明白，不能不真干啊！所以我希望同修们啊，这个道场，无论在家出家中，将来个个都有成就啊，个个都生西方净土，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了啊，那还得了吗？真的是无量无边功德啊，祝福赞叹龙天善神拥护啊。完全在自己，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想不想在这一生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清净诸佛如来啊，清净弥陀，清净诸佛如来，往生西方啊，就是往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华严经要学它干什么？入了华严境界了啊，一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入华严境界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华严经上要不要用功夫？不需要。无量寿经上用功夫啊，《大方广佛华严经》
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啊，只要能，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就入华严境界，你就入法界了。极乐世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亲自证得了。啊，要费心去研究啊，那叫冤枉啊！恐怕把往生这段事情障碍住了。我说的话是真话。绝非妄语啊！啊，希望同修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契入啊！啊，发菩提心，持戒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如果有人带我讲这些，讲这个经，我每一天跟他顶礼膜拜呀，我感谢他了。啊，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啊，我不再操这种心了，啊，不再干这个事情了。所以，照一般法门来学，你要是无量界中修行满了。你要从净土法门是一生当中修行完，啊，往下的是这是度众生，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就是菩提树下成正觉。举这一个例子，佛的身都能现的，何况菩萨声闻一切众生身？为度众生，普现身呢？这普字好啊，什么身都能现。有情身、无情身都能现，如云冲遍净未来。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这首偈极悲之至已满，未无现身。第二首，众生有疑，皆识断；广大信解，悉令发；无边际苦，普施除；诸佛安乐，咸令证。啊，清凉注解里头说，这是。极致之悲一缘，能断疑除苦啊！有悲必苦啊！这个苦
有平等的意思，真诚、清净、平等，有智必能呐、你有智慧，你就有能力帮助众生呐、你有悲心呐、你对于尽虚空变化界的众生，你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才是叫慈悲啊，大慈大悲，不分国土，不分族类啊，用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呢，不分宗教啊，一切众生平等得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我们帮助众生，决定是平等的啊，有悲心，一定是真诚的爱护啊，真诚的关怀照顾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众生里头最重要的不能忘掉，帮助他断疑生信，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在物质上，其他精神娱乐上帮助他，他得眼前的小利，他不能了生死，不能超越三界，啊，九法界众生疑惑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明了啊。你要说哪些疑惑疑惑呢？前面这四十句，九法界众生哪一个众生没有？这九十句总归拿佛的识海，这个是根本的大问呐、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这个世间，科学家疑惑，哲学家也疑惑，宗教家也疑惑，是这个世间大圣大贤对这些问题还是疑惑。只有佛能解说，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解说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觉悟圆满，只有圆满觉悟的人有能力解说啊，世界还是讲世界怎么来的 世界还跟世界安利海世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怎么来的众生那就讲生命，生命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变化为什么众生福报不相同
苦乐不相同，啊，寿命长短不相同，都是疑问呐，啊，实在是难得了，在这个经上全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经确实充满了真实智慧，圆满的智慧。我们在这生生当中要真正得到究竟圆满的利益，只有念佛往生弥陀净土，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圆满成就了。你想想看，我何必在这里研究这经文，浪费这么多时间，浪费这么多精力，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给耽误了？你说你冤枉不冤枉？错了，大错特错啊！啊，你什么时候学华严呢？西方极乐世界，签证手续办妥了，想去马上就去，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华严。啊，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拿到了。随时随处啊，想往生就走得了啊，那对你没障碍了。在这个世出世间法，你爱学哪个就学哪个，不碍事了。这些啊，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没拿到，你不要把你第一桩大事忘掉了。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看经文，众生有疑，戒时断了。这个话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说出前面所讲的这四十个疑问啊，这是把无量无边的疑惑归纳为这40类，40类展开是无量无边的疑问。都要帮助他断了，断疑生信呐，叫破迷开悟啊。广大信解心领法了，破疑生信嘛，啊，破迷开悟嘛，解就开悟啦。这个事情要紧。比什么都重要。这两句讲的是因啊，后面两句讲的是果啊，无边际苦不是处啊，啊，九法界众生的苦啊，都无有边际啊，不要说人苦啊，三途更苦啊。四圣法界也苦啊！啊，我说没见性，啊，佛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佛有能力帮助众生。
这个能离就是智，智从哪里来的？智从定来的，定从戒来的。啊，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一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大家千千万万呢，不要把这个戒了疏忽了。啊，如果离开了戒，不能持戒，你想得清净心，你办不到啊。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无量无边的那些菩萨圣众修行，都是走这个路啊，啊，都走戒定慧而成就的。我们今天戒不要了，定也不要了，单单来学教，哦，想在这里面开智慧。哪有这个道理呀？啊，所以我听说此地啊，这些居民啊，曾经到我们这边来问，这边有没有禅坐？我们这个新建的这些房子，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禅坐，有一个小的禅堂。啊，还要建一个教室呢，中国功夫。啊，我们请吴居士来教这个太极拳、瑜伽。啊，有一个教室。给他，啊，我们真的是多元文化嘛，啊，禅坐有必要啊，修清净心的，啊，讲堂我已经请这个悟行法师把沙弥律仪细细的讲一遍，跟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啊，过几天杨老师回来了，我还会要求他把弟子规再好好的讲一遍，啊，我们录像，这个录像带呢，将来普遍流通，啊，不但我们自己要得利益，我们同时要想到利益一切真正发心想学佛的人，我们也帮助他了。自利不能够忘掉利他，啊，帮助人转恶为善，这是持戒；转迷为悟，那是定慧。如果断恶修善做不到，那定慧就没有了，哪里会有定慧呢？啊，你要想有定有慧，我们念佛人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啊。
这个念佛法门里面讲慧，就是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定，是念佛三昧呀。心不颠倒是慧呀，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才有能力成就别人啊，自己务必要福慧双修啊，持戒是修福啊，啊，禅定里面有福有慧啊，不能不认真啊，不认真过失很重。重在什么地方呢？头一条，这个罪名，破坏佛教形象啊，不出家那好一些，没什么，没这么严重。出家穿上这个衣服，破坏佛教形象啊，自己一定要晓得，穿上这个衣服是什么，是佛的代表。代表佛了，要像佛了，代表佛要跟佛完全相反啊，唱反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我们要多想一想啊，既然出家穿上这个衣服了，代表佛啊，要做得很像啊，要没有过失啊，帮助众生啊，祝福安乐显灵证，这一句是得乐，上面一句是利苦啊，你看利苦得乐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